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彼得彼得彼得猪，今天要来实测有关 B173 的都市传说，跟上一部的传说一样，一箱里面的千网只有两颗，希望这次的传说不要再成真。再次感谢匿名的陀螺战友借彼得猪开箱这两箱，一箱台湾公司货，另外一箱香港行货，两个最大的差别就是上面的胶带不一样。这次彼得猪邀请了两位小帮手艾丽尔跟彼得羊，一样先从台湾的开始，全新未拆。哎，哦，一样，里面有24盒。哎呦，哇！准备好了吗？好的。那我负责割胶带，你们就直接开。OK。OK。好，来。记得给观众看贴纸哦。一号，真的吗？哎，中了，嘿，太扯了。好，又一号。哇，连续两个一号，太扯了。会不会破解呢？会不会破解呢？如果有再有一颗就破解了。三号。哇，可惜。好。六号，3号，7号，2号。哦，2号，很好，赞。8号，1号。我先整理一下桌面，刚刚开过的。整理完毕，前往已经来两只了，好，继续。5号。2号。2号很好哦。原来1号、2号都在彼得羊那边。8号，彼得羊8号。7号。不要重复的就好。6号。3号。好，来，这是4号。4号。那前往。3号。1、2、3，哇，10号也满了，最后2盒了。哇，彼得羊是8号。7号。哇，果然都市传说再度成功，台湾的配率就是这样，大小千王各只有2只。装箱完毕，拍完要再寄回去，接着换香港的。结果香港跟台湾一样，配率都是大小千王各2只而已。看来这个问题不是台湾跟香港决定的。彼得猪也有看日本的开箱，他们的配率也是如此，应该是日本研发商他们讨论出来的结果。以后看到这种双千王的，就不要太开心了，因为里面一定各少了1只。来转换一下心情，看彼得羊跟艾丽儿对决。Go！ 两位剪刀石头布，挑剪刀石头布。好，开始。会中谁呢？会中谁呢？七号龙骑士。哎，没有，是萨拉曼达。恭喜你。Hey。 好，换你。烈日火鸡。哎，哦，艾丽儿会中。七，哈哈，恭喜你。好，来，再来换彼得羊。中谁呢？哎呦，哦，2号，耶！刚刚是我想要的。再来继续，是没有啊？这个有争议，再一次，哦，1号，好，恭喜你。4号，没有，好，摆一下，好，重来。6号，好来哦，会中，好，你的。耶！好，第一颗哦，7号对3号，3、2、1，枕头开始，猛烈的攻击，龙骑士被爆裂，恭喜彼得羊3号获胜。第二局4号对8号，枕头开始，哎呦，RS 对 H。哇 ，S 应该会输，对上同向的，竟然赢呢！艾丽儿没有吃饭，1-0，战斗开始！哎呦，艾丽儿这次有比较大力的哦，彼得羊可以撑住吗？我躲在中间 ，HJ 大秀，攻击攻击再攻击！没力没力就没力，彼得羊晋级第三个哦，5号对1号，战斗开始，可惜哇被击飞，1-0，战斗开始，哦，好，艾丽
名额，晋级。下一场二号对六号，来战斗开始。哎呦哎呦，加油，两位有没有信心哦？有信心对方赢吗？还是自己会赢？自己会赢。真的，加油 ，HB 大叔。哦。哎 ，LP 走，哇，叫持久。哎，彼得杨新得分，战斗开始。哦，艾丽尔敲飞1-1，战斗开始。哇，两位很大力啊，有要靠力量来拼出胜负吗？有吗？有吗？都有，差点。彼得杨开始倾斜了，艾丽尔还没有在摇。有没有机会呢？有啊！哇，力量战胜了一切，艾丽儿晋级准决赛第一场，四号对六号来战斗。哎呦，来得很凶哦！来，艾丽儿，黑帝斯在艾丽儿手上有发挥到，有打脸到彼得猪，攻击攻击再攻击！哇哇哇哇！RS 罗再度对上。一大秀还是输了，艾丽尔得分，战斗开始。杰天龙有办法出现奇迹，打败这颗黑帝斯吗？哦，攻击攻击，哦，来了，开始了。S 太美丽了，恭喜艾丽尔晋级总决赛最后一场，三号对一号，战斗开始。猛烈的攻击、猛烈的攻击、彼得杨新得分，战斗开始。哇，自己出去了，1-1，关键局3-2-1，战斗开始。哇，究竟是谁可以获胜呢？光美丽。你没力了，恭喜艾丽儿获胜。彼得猪很好奇，一号对上六号谁会赢？乱入赛，彼得猪用六号，艾丽儿用一号。比三分，3-2-1，照看你。冲啊！黑亚弟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刚才撞我，讨厌。在追逐赛对不对呀？冲击，冲击，冲！打，转赢他，转赢他，打脸彼得猪。哦、我感觉要赢了哎！我感觉应该是……有没有？哇、哦，好会转啊！1-0，要开始。想到大冷的地方，上黑帝斯还是可以逆转啊！2-0，让我开始。冲啊！艾丽儿追平，2-2，关键局3-2-1，赶快落地！落地！加油！加油！黑帝斯落地了，恭喜艾丽儿获胜！因为我说赶快落地，是我朝着，我是朝着彼得猪讲赶快落地。可恶，裁判不公！这次的影片就到这边喽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